Hello， 我是台湾女生日常的 Jamie。夏天要来了，准备好穿上短袖、无袖上衣出门耍辣了吗？等一下，你的掰掰袖这样出门见人可以吗？别怕，跟着我一起做超简单的四组哑铃居家运动，一起练出超紧实手臂线条吧。以上就是必修四组瘦手臂运动，每天花三分钟举起来，保证你跟蝴蝶袖说拜拜。想要看更多健惑日常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